全球最标志的九张脸，中国二人上榜，不是范冰冰，也不是迪丽热巴。这个排行榜是国际公民所选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。第一位 ，Noom 泰国影视演员。第二位，杰西卡·阿尔巴，美国影视演员。第三位，金泰熙，韩国女演员。第四位，石原里美，日本女演员。第五位，朱竹，中国女演员歌手。第六位，艾希瓦亚·雷，印度电影女演员。伊丽莎·库斯伯特，加拿大女演员。第八位，艾丽姐，法国女歌手。第九位，张子琳，中国内地时尚模特、影视演员。这些演员的五官都非常精致，我国的范冰冰和迪丽热巴没有上榜，有些可惜，可能是国外的朋友和我们的审美有些不一样。如果是国内的排行榜，热巴肯定是前三。